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我想要请教一下。莫看啊！有啥问题你问啊？我要推出的是冷冻的食品，不管是水饺还是煎饺，大家应该拢爱用冷冻的来比赛。恁即马是要现场包水饺？阮本来是要用冷冻水饺啦，阮早嘛甲所有的水饺拢串好啊，啊嘛提冷冻，也毋过暗时临时发生意外，所以今仔日要改用现包的水饺。 是换一什么意外？就恁公司，代志不清楚了讲啦。即马上场啊，先分清楚啦，到底比赛规定是安怎？对啊，比赛规定，阮拢看啊真详细。顶款无写讲，袂当用现包的水饺啊。规定顶面是无写，也毋过用恁度的水饺来比赛，这是真合理的代志。 啊，哪一段是恁哦写无清楚，这边有怪问啊。对啊，你若是感觉无妥当啊，咱用电比赛规定讲啊清清楚楚，阮愿意连江再过来比。袁姐，你怎啊？是啊。总经理，我有事。真是的，歹势。我替你去。不要。 我改来。这粉条伤咸啊！哦，好大个！这春梅水饺吼，本来是重口味的，佮加这粉条落去，根本无法度食。 啊，系啊啦，啊，即马哦，赶紧去甲大家讲，叫伊哦，卖阮这阮娘，那么伊对春梅水饺一定无好感的啦。啊，紧，紧，紧，好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比赛时间结束啊，即马工资哦，嘛袂付啊。上届紧张的时阵来啊，我即马就宣布正式开票。 日式煎饺一票。哦。春梅水饺。耶耶。 专业票，春梅水饺。耶！投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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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投